唔知爸爸妈妈，恁敢有看见？异乡的我，虽然无恁身边陪伴恁，但是，这是俊宏的爸爸妈妈来到现场。在小南妈呀，你唱歌的时候，我想到因较早做囡仔时阵，这囡仔我看大汉的啦。对啊。囡仔拢这大汉啊。系啊，伊阵仔拢比赛嘛。嘿。啊，有校园组的啦，有儿童组的啦。嗯。哎，较早的人吼，较早人的观念是讲啊，爸母无啥事，是生囝咧学搬戏，那是无啊多才上去戏班咧学。哎呦，算讲诶，亲情爱分离，是啊，囡仔才有一个好所在通去。是啊。啊，即摆无共款。现在社会已经改变，阮囝咧做歌星，哦，阮囝咧做演员，嗯，觉得很光荣，光荣的代志。哦，即个因为少年较早咧比赛时阵，我就感觉因是团队真好。有诶哦，较早迄囡仔为为高扬哦，老爸老母安尼开车开咩车，啊，早咧甲台北比赛安尼，啊，若过关就爱去叫乡亲来送花，又无来变变叫。吼，真老咧。对。俊宏，你有经过这段吗？有啊。因为我较早比赛时嘛是拢伫台北比赛嘛，是所有活动拢伫台北。是，然后我若是要录音的时阵，我就会喊我妈妈坐车坐美车先去台北，因为台北录音的时间我拢足早就去 stand by 啊。嗯，所以我拢去台北，两个人去台北过暝。是，然后到录音了拢差不多三更半暝啊，搁坐美车在高雄。这个等于高雄。是，你是今日找人知影还是安怎？无，迄个时阵细汉的时阵是拢妈妈带我去，妈妈带你来是。啊，尾也参加迄个另外一台比赛时阵，迄阵几岁？哦，迄个时阵大概二十几岁，退伍啊。听讲你偷走的吼？迄个时阵是无，迄个时阵嘛是妈妈拢会陪我去比赛。是。然后我迄个时阵了参加阮豪记唱片公司，是，好签履界唱片公司，所以一路来大概三四年的时间，伫咧咱这音乐界，都还闯不出什么好的成绩。所以我迄个时，我就想讲，啊无，我就对高雄搬起来台北，伫咧台北认真拍拼，归档啊。其实我伫咧音乐界遮尼久的时间，我拄到真侪少年人，
伊为着家己的理想甲希望，其实放弃着原来伊故乡的迄个工课哦。有时啊，爸母嘛感觉讲，啊已经去遮侪年啊，你真正敢有找到家己的迄条路？参照恁的好朋友阿杰啦，林俊杰，我嘛捌回伊讲啊，我租一间厝，互几个囡仔伫遐住。所以有一个机会，讲我明仔载也搁咧台北，搁有机会，通我打出一波，讲我的成功之路伫倒位啊？是。听人讲，俊宏曾经因为辛苦无啥钱，大家个车袂掉。因为我迄个时阵是因为我想讲要起来台北拍拼，是。然后伫台北一定要有开销嘛，一定要租厝嘛。但是我唔敢甲阮爸爸妈妈讲，都唔敢讲。因为这边讲，你也甲爸爸妈妈讲。第一，爸爸妈妈会烦恼。第二，我即马三十通岁啊，三十年拢唔捌离开高雄爸爸的身边，拢伫高雄的厝内底。啊，真惊因烦恼。但是真惊因烦恼，哥，我那是我想讲，那是要离开高雄迄一天，喊爸爸妈妈说再见的时候，迄时内我依依不舍。对。所以我就想讲，我的甲车卖掉，哦，有一寡钱，然后。连夜好，把我款款的，真正先斩后奏了，对吧？先来台北，先来台北，然后出行做好事的台北，然后有一个生活了，我卡甲我爸爸妈妈讲，我搬起来台北。但是安尼开销敢袂贵？一开始是会贵啦，但是后来爸爸妈妈知影了，爸爸妈妈嘛是够继续甲我支持，加钱乎你。那是我生活，那是卡贵袂贵的时阵。爸爸妈妈会给我支持，今麦够有无？今麦有较好啊无？有较好啊啦，但是嘛无讲完全讲个过过。是，对。你无钱的时阵，是你讲还是家己提钱给你？爸爸妈妈拢，我拢会固定打电话爸爸妈妈。然后，他们问对不对？对，你现在身上的钱够吗？咱当然嘛是讲。啊，可以塞啦，安怎？但是我妈妈拢会偷偷寄一寡钱给我。唔甘这个囝，你看嘛，天下父母心。我嘛是安尼，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因为都我们家在新竹嘛，那上来有的时候是借住人家家，有的时候要住旅馆，很快的钱就没了。就是以前歌唱比赛也有赚一些小小的那些钱，很快就花光了。然后我也都不敢讲，没钱也都是不敢讲。然后就是坐车回，因为都坐公车嘛，所以花的钱比较少。可是身上只剩下几百块。然后直到某一天，我爸爸就问我说：“啊，你身上还有没有钱？”我点点无讲话，伊就塞1000块给我。那个时候我就偷偷的流眼泪。一旦都要听到俊宏的故事吼，伊爸爸妈妈其实真支持，甚至寄钱给伊立储蓄等等。你即马透过电视机，甲爸爸妈妈讲些啥子？爸爸妈妈，谢谢。因为我伫两年前大概要中秋节时阵，我离开高雄，所以我有做些话想要甲恁讲，但是我嘛唔知影咩伫恁的面前讲出来互恁听，所以我伫迄个时阵中秋节时阵，我就伫台北写一首歌，要来送互恁两个，是叫做《新买的爸妈》。新买的爸妈，我甲我所有话拢写伫这首歌内底。是，所以即卖咱招请电视机头前，尽让爸爸妈妈听这首歌。恁好，我现在要感谢恁所写的歌，《新买的爸妈》。谢谢。最近敢有安怎？隔壁敢搁会吵？莫搁烦恼我，我袂想较早。等我若找有伴，紧乎恁抱孙仔。心爱的爸爸，心爱的妈妈。
声。上水的愿望，就是紧回来陪伴恁啦。今夜的月亮特别圆，不知爸爸妈妈恁敢有看见？异乡的我，虽然无在恁身边陪伴恁，但是。这是俊宏的爸爸妈妈来到现场。对我囡仔的期待，大家要掌声给我鼓励一下。谢谢。吴爸爸好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拄好听听俊宏在讲伊过去吼，啊恁真个支持个鼓励。要请教一下，伊即马变到这地步，你希望伊甲啥物款叫算成功？啊，得金曲奖的，真欢喜啊！伊安尼真欢喜啊！哦，妈妈条件。较听见，因为我是有甲阮爸爸妈妈承诺讲，给我三年的时间，是去台北打拼，是。若是三年无成功的话，我返去死囝，我得成功哦，总是有一个标准啦。爸爸，你感觉什么会才算伊是咧挂断成功？来得奖的，摕到奖就算成功，有奖就好。好，你个奖真济啦吼，是金曲奖、金钟奖、金钟奖、金马奖，哎，哪一个奖较多？金曲奖，金曲奖，哇，怎么办？碰哥，我怕要等很多年，因为为什么？本人自从十五届得奖以来，等了。哎，有大概九届十届，九年十年了耶！修牛姐，修牛姐，你爱修高一姐，今年一定会得奖。不然我今年无报名，我报名。我的妈妈吼，妈妈总是母亲的伟大。啊，你安尼都好，安尼都好，平安安尼吼，健康快乐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好像长辈都会说平安健康就好了。可是爸爸不一样，爸爸那一家子住，那你就得奖啊。得奖哦！好，那个很牛逼，那两位都那个高嘞吼，俊宏，可以明年啊，每一年拢报名进去奖，可以得奖，好冇？我下去了。